由 Akira 领军的 EXILE 防狼兄弟首场海外单独演唱会就献给台湾，今晚在北流登场，志玲姐姐也超 sweet 来探班了，不只穿着应援 T 恤，还拿着应援物美美拍照，根本就是 EXILE 一日店长。特别当一日店长，一日店长，志玲姐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周边。来右边这边，来这里，中间中间，来前面，前面前面，这里，慢慢没关系，我慢慢来，好慢慢来这边，好来左边的脾气也不太好，来左边这边，左边这边，可以了吗？好来我们这边再一个，这边再一个，谢谢。好，来再看回来右边，看回来这里，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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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被你甩掉了，姐姐，姐姐心情很激动吗？她心情有很激动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非常恭喜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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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Bye.